主料：大白菜300克，蟹豆腐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料、味精、辣椒、葱姜末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蟹豆腐一块，将蟹豆腐切成片，捉水，锅中放入油，加入大料拌辣椒，捉水后的蟹豆腐，并加入葱姜末，放入事先切好的白菜进行翻炒。白菜中加入盐调味，待白菜切成熟时，放入事先焯好的蟹豆腐片，继续翻炒。出锅前放入味精，调味，盛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如果喜欢吃辣，可适量多放辣椒。二、蟹豆腐要搭配其他菜类一起翻炒，不宜单独炒制。三、胆固醇高、血压高、肝病和冠心病者不宜多吃。单次以50克为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